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老师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请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的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。好，今天天气节手游台服的更新内容是十字系第五章规则难度啊，终于开了。那大家可能都会觉得，就是最近在长草期，长草嘛。那我是觉得，给大家更多的时间准备跟存十字印，也没有说到不好啦。那我们就等待鹦鹉血跟诸葛爱以及仙剑的到来吧。好，那第五章开启之后，就记得大家去记得去打啊。好，那明天卡池是这个精选卡池，那这次的精选卡池呢是宾利、夏威夷跟玄机。那基本上你只要是没有你的，就是这三只有其中一只，应该说假设你都没有啦，那一定是其中各一只嘛，三分之一嘛。那假设宾利跟玄机都有了，你没有夏威夷，那是一定会中，一定会中夏威夷。那我的台服的账号是宾利玄机有了，没有夏威夷，所以我可能会抽了，但我就觉得我想要留在那个鹦鹉血上面，跟诸葛爱上面。好，那本周的精选池是这样子哈。那它到是11月25号开始到12月8号。那最重要的更新是下礼拜，因为下礼拜是轩辕剑活动结束。那轩辕剑活动结束之后，会不会开鹦鹉血，或者是马上接仙剑呢？那我们就敬请期待一下吧。然后再来是礼包哈。那礼包就是太玄秘藏，那感觉这次礼包都很少好，是玉太玄石50颗，然后十字金150，然后铜钱20000，再来是匠心材料，那1690，石髓3，十字金，铜钱。我觉得这个好像不太好因为石髓虽然很珍贵没有错，但是基本上换都换得到，十字金就888个，有点少，有点少。我觉得这次礼包没有比较好我觉得不好。好，那本周就只有更新两个，还有没有更新什么内容？游戏内容没有。OK， 好啦，就这样子。那我们就等，最重要是下礼拜的情报，下礼拜的情报比较重要。好啦，那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。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拜拜。